首先，非常的欢迎各位一起拨冗出席 Kimball 2020餐桌 Excite 热血时刻国际发表会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千霏，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在这边为光耀以及在座的各位来服务。2020真的是个动荡不安的一年哦，相信所有的产业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被打乱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受到严重的影响。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心有戚戚焉。但是身在台湾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也很幸福哦，因为我们防疫工作做得好，也得以呢可以举办像这样子一个别开生面大型的国际发表会。当然也是靠很多人的努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维持下去。就好像是听口人一样，大家呢都是非常专业的人才，不断的付出努力，辛苦打拼，为的就是要持续的引领台湾的机车行业，在这边是要致上最深的一个敬意，是不是给我们听口人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呢？在2020这样的严峻的时代啊，大家都戴着口罩掩住口鼻，但是其实怎么样呢，都隐藏不了，也压抑不了我们身为骑士魂那个奔腾的灵魂。因此在这边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都在期待，究竟光耀集团今天我们会推出什么样子一个全新跨时代的车款呢？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绝对是非常振奋人心、热血慷慨激昂的车款之外呢，也可以带给大家绝佳惊艳的感受。那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欣赏看看，在全球的车坛，我们很多的国际展览都曾经现身，并且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旷世巨作。
在当今全球疫情肆虐的时刻，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拥有日常生活中专属个人风格的乐趣与享受。因此，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 Pinko 基于品牌理念最得我心所做的最新努力，以满足全球不同市场与消费者的全方位需求。此刻，就让我以最沸腾的心向大家揭示即将到来的2021年 Pinko 热血时刻。Revonex 是 Pinko 去年在意大利米兰车展上强势发表的高性能电动重心接跑概念车。Revonex 继承了 Pinko 次世代电动重机超跑 Supernex 的五大设计理念，通过了传统接跑的框架与限制，赋予大型机重机前所未有的全新定义。Revonex 自发表以来就受到全球瞩目，我们也持续运用最新的科技与创新，打造 Revonex 成为消费者最渴望的新世代电动车款。因此，我很高兴地宣布 Pinko 为了将来 Revonex 的量产上市，将首次登陆欧洲规划生产基地，让 Revonex 成为 Pinko 第一台以台湾品牌 Made in Italy 行销全球的新世代大型电动重机。CD3 是 Pinko 旗下第一款三轮大型速克达，也是当今全球定位最顶级配备最豪华的全新跨界三轮探险巡旅 Adventure Tourer 旗舰重机。 CD3 采用 550cc 的双缸引擎，拥有奢华舒适的设计，卓越出众的性能，兼顾电动车的发展是现代个人交通工具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从个人企业到政府，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电动车的怀抱，共同为推动地球的环保与都市的绿能而努力。然而，尽管全世界已经有许多电动机车上市，但至今仍未看到来自消费者的全新认同与市场的热烈反应。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大多数的电动机车都是以环保绿能作为产品最主要诉求，但是消费者的心声告诉我们，电动机车如果无法在基本的移动功能之外提供足以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的感官骑乘体验，那么电动机车将难以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首选。今天Pinko F9 将打破人们对电动机车的刻板印象。Pinko F9 拥有酷炫的外形、紧凑的车身、充满个人风格的设计。F9 搭载 9.4 千瓦的动力马达，从时速零加速到50公里只需要3秒，极速可达110公里，性能超越 150cc 速克达。96伏40安培的电池，在欧洲 NEDC 续航标准下，可提供120公里的续航力。使用快速充电器充饱电只需要2个小时。此外 ，F9 配备全球首创电动机车专用的 ATS 两段自动变速，
除了能够提升加速性能与能源效率之外，刻意配置于后轴的外露式设计更增添整车机械结构的独特美感。 F9 采用具有绝佳发电力的14寸宽胎，在电池与车架完美整合的轻量化追求下，整车重量只有107公斤。亮眼的设计，轻量化的车身，卓越的加速力，出色的操控性， F9 为电动机车带来令人惊艳的全新魅力。 Pinko F9 是一台拥有极限超驾乐趣，能够激发各位骑士肾上腺素的新世代电动机车。对苹果来说，深度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为更多的感到全力以赴，是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使命。从 Super Touring 超级跑旅 AK550 到 Adventure Tourer 探险巡旅 CD3， 我们深度了解重机骑士内心的需求，致力开拓全新概念的大型速克达，创造出消费者内心渴望的完美车款。今天 ，Pinko 再次开辟速克达领域的全新集聚，赋予大型速克达更全面的功能性与多功性，满足消费者在日常作息之余拓展生活领域与全方位视野的渴望。在此，我向各位介绍以冒险跨界 （Adventure Crossover） 为核心概念，激励人们自由追逐生活冒险的大型速克达 Pinko DTX360。 Pinko DTX360 搭载具有越野风格的前鼓足以及下挡泥板，能够提升崎岖路面操控灵活性的攀爬手，以及拥有更加骑乘视野的高坐垫。专属 Adventure 取向的轮胎配上坚固强悍的轻量化轮圈，让 DTX360 在各种不同的路况展现绝佳的操控性。同时 Keyless 感应式钥匙、 TCS 循迹控制系统、 LED 彩色仪表板，让 DTX360 在原有丰富的机能之外，还拥有更高的便利性与安全性。DTX360 让骑士可以在市区交通里灵活的穿梭，在快速道路上恣意的巡弋，在未知领域中随心的探索。Pinko DTX360 是一台拥有全方位行路性能，能够实现重机骑士360度热情与梦想的冒险跨界大型速克达。
随着大型重机市场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机车修理风潮快速崛起。年轻族群追求美好生活之余，也乐于展现个性自我，整体消费用车习性随之改变。机车作为人们最主要的个人交通工具，扮演着日常生活中极为关键的角色。平日骑士们在繁忙的交通中穿梭移动，假日会与三五好友到郊区景点出游，他们享受宽敞公路上迎风驰骋的惬意，同时也醉心山间道路里精准过弯的快感。机车是他们最美好生活体验的重要来源，对于机车他们有着最高的期待与要求，我只要最好的。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介绍这台白牌机车骑士心目中的梦幻车款 Pinko KRV。KRV 是一台拥有极致操控性能的运动修理重机。KRV 搭载全新开发的 175cc 4D 水冷引擎，提供全速域平稳与强劲的动力输出。KRV 同时配有 ABS 防锁式刹车系统、TCS 循迹控制系统、Keyless 感应式钥匙。以及 LED 全车照明。最特别的是 KRV 采用与 AK550 相同的独立式摇臂与 PTM 传动系统，除了可以降低车身重心，让车辆配重前后最佳化， KRV 的引擎车架一体式设计更能够大幅度提升过弯时的车辆刚性与稳定性，让骑士拥有随性穿梭的操控乐趣，享受人车一体的终极感受。 KRV 是一台承袭超级跑旅 AK550 的精英，能够带给骑士恣意奔驰享受以及极致操控快感的运动修理重机。秉持着最热我心的品牌理念，
持续为消费者创造独特出众的生活体验，让顾客能够以身为 Kingo 的车主为荣。在今天热血时刻国际发表会上，我们呈现了多款个性化机种。Revanex 是一台突破传统接口框架的高性能电动床机。CE3 是一台倡导探索全新旅程的探险巡旅。F9 是一台充满超驾乐趣的都会运动型电动机车。DTX360 是一台以冒险跨界定位的大型 supercar。KRV 是一台前所未见的高性能运动休旅。AK50 是一台兼具性能与舒适的极致超级跑旅。我们始终致力于满足全球不同消费者对于最得我心全新车款的憧憬与想象。Kingo 的品牌最得我心，就是坚持为更多的感动全力以赴。我们会持续以创新的思维、先进的技术，提供让顾客感到引以为豪的独特产品。热血时刻就从现在开始。
要非常的感谢我们柯董事长呢带来这么热血沸腾呢而且非常精彩的演说，让我们更加了解台上所有崭新车款的一些细节跟独到之处。我们相信呢，在柯董英明的带领之下，当这首歌曲 We are the champions Kimco will be the champions all the time， 掌声鼓励送给所有的 Kimco people， 我们永远都是业界的第一名。当然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崭新车款已经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从改写我们电动车印象的一个电动超跑 Verbo Max， 到为了热血而生的三轮车 CV3。 我刚刚在后面看那个直播，好多朋友说这也太帅气了吧，这个三轮车 CV3 加上我们电动车车款 F9， 它可以说是开创了环保以及骑乘体验双赢局面的一个电动车款。另外呢，就是跨界的征服者 DTX，也是很多的网友一直在后面说，哇塞，有够帅气，很想拥有一台360这样子。那当然它可以唤醒人们对于骑乘体验一种憧憬跟想象。旁边这台白牌霸主 KRV， 它可以说是兼顾了我们市区的通勤还有运动休闲的功能。另外就是 AK550， 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具有指标性又很帅气风靡全车坛的一个车款。所以说呢，我相信一定在座很多的各位很想要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车款的细节，请稍待片刻，一次会让大家捕捉的够。当然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柯董事长，为了推动台湾的机车产业这么的不遗余力，在这边要再次很荣幸邀请柯董上台来跟所有的展厅车款一起来合影，欢迎柯董事长。相信今天的国际发表会呢，势必会在全球的车坛引起一阵轰动，好几波的震撼弹。来，请我们的柯董事长和前方的摄影记录，这是第一次跟我们崭新的车款合影。来，前方，来请我们柯董事长视线稍微往右边移动一点，45度角。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们，媒体先进。很多我们车行的朋友、车界的朋友，全部都领到了现场。今天真的是一个国际级的发表会。再回到中间吗？柯董再移到中间是吗？好，一次可以捕捉这个全景，很霸气的一种王者风范的领导品牌 Kimco。好，柯董，麻烦把您的视线借给后方。会有一个 KRV， 我们有个装置艺术特别为大家来装置的
面啊，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有相呼应的。另外呢，在入口处我们有准备非常可口的一些餐点啊、饮料，提供给大家来可以尽情的享用。当然，今天呢，我们的全球发表会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我们推出了崭新的车款啊，都在我们的舞台上，也请大家待会可以麻烦一下到我们的舞台区来细细的来观赏每一台车的独到之处，细节都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暂时告一个段落。